前行一生脚踏过，我谂第九年到啦，即系2018年嘅时候已经谂紧呢样嘢，同埋做唔做好咧？嗱，其实阿妹啊，其实2017年已经谂紧，咁因为咧，呢几年啦，即系我嘅作品咧，其实喺影视系多过音乐嘅。我是上年的年尾去到今年才多一些新歌出班，然後多一些音樂上的表演，之前有一段時間基本上只是可以在銀幕那裡和熒幕那裡見到我，那我那時就在想，其實我歌曲呢我一直都是 keep 住做的，只不過我自己沒有少了推出我的自己的作品，甚至乎可能寫給人家，咁但係十周年喎，十周年我嘅開始喺邊度呢？我一開始就係嗰個歌手嘛，咁我就好希望即係可以用歌曲，用一個演唱會去紀念。咁所以嗰陣時就2017年開始就喺度諗，我要儲一集歌，我要講一個故事，我要喺樂壇嗰度活躍翻，我要啲歌迷開始知道有嘢期待啦。咁所以其實鋪排呢鋪了年幾兩年嘅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nathan 黃子軒。咁啊，嚟緊咧12月20日和21日啊，將會喺會展舉行我嘅十週年演唱會，叫做 Crossing 弦樂。咁啊，呢個 concert 咧就有好多我嘅好朋友會喺台上面啦嚇。咁啊，我自己亦都會苦練一啲好好嘅環節俾大家睇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